耶、yeah, ！大家好，我是 KB， 今天带不一样的人，我们的教练达胜教练。现在我们来到水立方，我们来祝贺一下盟主七十大寿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来，他们现在要裁判要套路检查跟一些开会。耶、yeah, ！今天师傅也是有在，他刚明明一个小时前还吃饱，现在又在吃。喂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哇，嘿，我们来问一下这边呢，有没有看到他们有这个四个颜色啊？其实我要了解一下裁判在分这四个颜色的时候，到底是怎样分这个分数？就是那种轻微食物喽。让我看一下，让我秀给观众看。0.1，青色扣0.1，就是轻微食物。轻微食物是包括什么类似？就是滑脚这样子哦。滑脚可能踩上桩，然后站不稳之类的。对对对。Level one 啊，给到 Level two 是？我这个是0.3的喽，就是可能就是中等的嘛。对对中等0.3，比如讲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？可能比这些轻微食物更明显一点的，更明显一点的食物啦，就可能他滑脚的时候他超过膝盖吧，哦，就是有些没有超过膝盖的可能就扣0.1哦，哦 ，OK 大概是这样，超过膝盖的可能就扣0.3，这一个黑色的就是扣0.5，就是比如说可能他们会跳到一半，坐在桩上还是什么这些，我、哦、还没有掉到地上啦，对 ，OK， 可是他跌倒，可是还没有坐到地上，就是 level 三，就是黑色，对，就是这个我刚刚听达胜讲，是不是有包括可能轻没有踩好，啊，对，是的，就是0.5啦，对，哇 ，OK， 那个这一个红色就是属于大跌喽，大跌就是整个跌下去地上，对，然后就是这些扣一分，对，所以你们这个就你们个人看到了，你们都会交给裁判长。对，哦，然后你们这些采用 iPad 啊？对 ，OK， 对，非常先进，会比较快吗？我觉得 OK 啦 ，OK， 会比较快啦，比翻纸还要快。OK， 好，谢谢、啊、我们，谢谢一鸣，谢谢。啊，吉打州的新山人，哎，是吉打人，对，我吉打人，我现在在新山读书，哎，做老师，宽中的老师，在新山生活跟在吉打生活差别大。嗯，地方比较大喽，新山那边毕竟还是一个大城市嘛。吉打比较小。吉打的话是小，但是那边生活慢节奏啊。老新人是叫什么名字？叫静恒。静恒，静恒。掌声有请。哇，还有入场音乐，没有嘞，转弯嘞，转弯，喂，哦，没有人听哎，刚刚。
哇哦哦，跟我的很像哎，怎么跟我的这样像？哇哇哇哇塞哇塞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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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你生日快乐！
这是我们培成师傅的狮头，就是第三代的狮王。哇，非常荣幸今天可以看到。哦，难得是不是？是很难得，刚刚那个感觉很感动哎，全部第一代到鸡代 A 代到鸡代。谢谢你，有机会我们再见面。可以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谢谢你，哇，很帅，跟我一样，你看，哇哇哇哇哇，哇哇 ，Hello， 有看我影片啊？谢谢 ，Bye， 来自哪里？麻波啊？哦，我们一样新山的哎，哇、啊，终于跟我们国父师傅有一个同框的画面，因为感觉国父师傅很严肃的一个人，你是很严肃的人吗？会，我对在武师的时候我会很严肃。请问一下，你是在几年开始加入观音堂？1997年，然后就开始不是石头，然后开始是石头，开始石头啊，所以就做关闭股了。哦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因为你的石头是天勇啊，你在你的那个年代拿过了多少个冠军？哇，我在我那个年代啊，我拿了19次世界冠军，哇，10次的全国冠军，从几年到几年？2006年开始到2010年，每次看到你，我不太敢跟你讲话，是、啊，会觉得你很严肃。其实我是蛮在舞狮，我是蛮严肃的，真的是严肃。我在舞狮没办法开玩笑，但是我古籍上我都是嘻嘻哈哈。像师傅有什么想传递给现在小朋友？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那种体育精神，更好的那种坚持啊，当然。我们可能在社交媒体能够去接触到很多东西，但是也要约束这些言行举止。是主要我们还是要提倡是武师是以教育的形式去、真的是真的去做，也已经不是像以前大家看到的那一个社会现象，现在大家都已经尽量在把它拉去真正文化的那个味道。是变得每个人觉得，就像我们现在我们的学生的家长反正真的是很鼓励他们来参与。对，这个非常好，而且非常多家长也陪同孩子在旁边看着他们练。是，所以非常谢谢国父师傅，在我们在2006年到2010年创造的那个大家的回忆。是，谢谢你，谢谢。盟主夫人有什么话想要对盟主说？因为这个七十岁的生日是他10年前已经有想到要这样做了。哦。啊，所以啊，都已经七十岁大了，讲唱。我要做的生日就是要贡献给文生哇、所以呢，其实现在的我们是全家人叫子孙的，对吗？非常非常感动，就是子孙都到了。对，你们在一起多少多年了？在一起啊，到现在呀、40多年了。怎样维持那么良好的关系？我是看到他这个处理这个师团哦、他很爱护人家的孩子。哦，所以你一个人有爱护人家的孩子呢，你这个人就是很有。爱心哇、很老婆、我的孩子他们有看到他对外面的孩子这么好了，我的孩子也就会好像感觉到很说这么爸爸，你看他会对那些小孩子这样煮东西给他吃，他不是没有对我们这样，我有解释给我的孩子听，我讲说因为人家的孩子来到观音堂就是好像是我们的孩子这样，对，你的爸爸这样对他是对的，是应该的啊！我这样告诉我的孩子，我讲因为你的爸爸没有在，你妈妈在，你妈妈以前对你们好也是一样啊，所以我的孩子听过我讲这句话，从来他都没有提过这件事啊。哇，所以我相信现在不管是老婆还是孩子还是孙子，应该都很骄傲的盟主今天做到的成绩。啊、非常谢谢你们的、非常谢谢你盟主、好，生日快乐，谢谢你们的祝福，真的非常谢谢你创造了那么美好的回忆，关山宫给所有喜欢舞龙舞狮的孩子们，是我们一个文化推动者，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，尽量就是说全神贯入啊，全神投入，对啊，对，所以我们也出了一本绘本，就是适合小学生啊来看这个舞狮的这些内容，我们希望他们从中会得到一种鼓励。然后真的是因为关圣宫也是提倡的是非常良好的文化，然后包括不染发，然后不抽烟不喝酒，然后不纹身、这东西真的非常的好，然后也让大家对舞狮的印象没有那么的坏，然后真的是非常感谢盟主真的把关圣宫创造出来，真的谢谢你，谢谢你，生日快乐，谢谢。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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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
其实妈妈妈，一块钱一片。巴拉巴拉巴拉